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向大家更多的介绍 KEFA 的临床心理咨询项目。那今天晚上我的分享会尽量把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整合起来，以便大家能够对我们的课程项目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我的介绍呢，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课程设置，其次是师资队伍，最后是对我们教学特色的一些总结。首先呢是关于我们的课程设置。的确哈，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心理学的项目，其实比一般的专业课，其他专业课稍微显复杂一点。所以在这个部分中，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集中精神，然后跟上我的讲解。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呢，能让大家理解我们为何如此去设置我们的课程以及在学习的不同阶段大家需要准备和预备什么。如图所示呢，我们的课程设置是有几个环节的啊。那我也会分别对这些环节呢有一些讲解啊。首先，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是有一个预录取申请阶段的如果是参与今天晚上的直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共平台呢，都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们的招生老师的联系方式在招生老师那里呢，你可以更多的了解到预录取阶段所需要的具体申请资料这些资料呢，主要是包括你们的个人情况的介绍、个人陈述、推荐信以及学历认证等。我们对申请人的要求是至少有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位，非心理学专业的也可以申请。另外呢，我们对本科以下的申请人其实也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录取的，但具体的要求呢，请咨询我们的招生老师。我们这里采用的是欧美的这种申请制的录取方式所以在预录取申请阶段尤为重要请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我们这些申请资料，以便于我们的招生老师还有行政部门进行初步的审核。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们的预录取阶段的资料都审核达标以后呢，我们会引导大家进入一个叫做哲学思辨的课程。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介绍的一样哈，我们这个项目是有我们的创设背景和使命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信息呢？我认为这个哲学思辨的课程更多的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作为一个有一所有百年历史的老校哈，我们期望我们的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对真理的追求能够与学校的传统相契合。那在四门哲学思辨的课程中呢，我们不仅会关注每位同学的心理状态，更希望通过这些课程呢，培养大家具有更加卓越的哲学思辨能力。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哲学思辨的课程呢，让申请者更加深入的了解 CIU KEFA 的使命、我们的独特之处让申请者自己也来做一个评估，看看我们的学院的教学呢是否与您个人的职业规划相契合，从而选择是否进入后面更加有挑战、有难度的系统的专业课学习之中。在哲思阶段呢，我们是设置了有四门课程，并且呢，我们是对成绩是有要求的哈。当每门课程哦，达到77分以上，才有机会进入正式的专业课学习。那在哲思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会安排一个专业课的面试。另外呢，关于这个哲学思辨的课程，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你们在以前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学校里面有过类似课程的学习，其实我们是可以转学分的，这样呢也可以避免您重复学习的负担。简单的聊一下我们的面试一说面试，大家可能容易紧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更多的是我们了解大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呢，不仅会对申请者哲学思辨学习的成果进行检验更多的是我们想了解大家的心理状态职业素养进行深刻的考察。我们会关注您对心理咨询行业的认知，以及您是否真的通过前面四门课的学习，准备好自己的状态，进入我们更加专业的
专业课的学习之中。那如果大家前面的过程都结束了，都通过了啊，通过我们的专业课的面试呢，那恭喜大家，大家就会进入我们真正的专业课的学习之中。那在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更多的参考我们的招生简章哈。我们的招生简章中已经明确的列出了，我们在这个部分会有20门课程，其中基础课程有8门，高阶技能课有7门，共15门必修课。我想更多的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选修课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可能也跟其他很多的学院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选修课呢？非常设置的非常灵活。目前现在的计划是5选3，但有可能随着我们课程的不断研发，也会出现比如说8选3呀、10选3的情况。大家只要选3门课就可以完成毕业。那如果你有更多的负担，选更多的课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这个选修课呢，更像是高阶的一个专业课、专业技能课。因为我们期望通过前期大家15门的必修课以后呢，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有一定的认知和规划。那你可能在前面的课程中，你觉得哦，有些方面你是没有学够的，你以后的职业选择可能更多的想要去，比如说关怀抑郁症的患者，或者你更关注青少年的问题，更关注家庭辅导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些职业方向的相关课程呢，都会在选修课中会有更多的体现。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选择自己合适的选修课。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的15门必修课已经是完全研发完成的状态，选修课呢也会在明年春季正式上线。关于课程安排，我也想提一下的是，我们是用滚动制的，目前1年是3个学期，春季、夏季和秋季，每门课程呢基本上是隔一个学期开设一次。比如说一门课，如果我们在春季有开设，那现在夏季可能就会搁置一下，然后紧接着呢秋季会再度的上线，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担心错过了任何课程啊。我们的课程滚动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也是想确保每位同学都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进度呢进行学习，那大家可以关注在我们最后右边的这个部分啊，专业实习。我们专业实习呢，也是我们课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且它被记录了2门专业课之中。在大家完成了前期的这些基础课程以后呢，我们会迎来一次叫做综合评定。在综合评定这个阶段呢，我们首先要考核大家的专业课成绩是否达到既定标准，因为这个呢是基础中的基础，对不对？那老师呢也通过2、3年对大家的一个观察，会对每位同学的情绪状态、心理状态以及职业素养做出更加全面的评估，而进行考核。那只有通过学院的综合评定。同学们才有资格进入真正后面的2门专业实习的课程。在专业实习的课程过程中呢，我们是要求学生们要必须完成600小时的实习经验，其中240个小时是直接服务客户的啊，比如说你可以做个人咨询啊，或者是父亲咨询啊、团体咨询啊，这种是都可以算在这个小时内的。那学院呢也会在这个部分协助同学们匹配合适自己的督导老师或者是实习机构，进行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督导实习。我也看到大家可能在互动中有人会问我们这个学位最后拿到的证书是什么样的啊？在这里我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的。那我们目前的这个学位呢是根据。如果大家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完全达标，我们最后毕业了，我们授予的是哥伦比亚国际大学 CIU 临床心理咨询项目的硕士学位，即 Master of Arts 这一个研究生水平的一个学位。这一个学位证书呢，是与我们美国校本部的同学们是完全一致的不会出现任何的函授或者是远程线上教学的字样。所以大家最终拿到的文凭与校本部的是同学是完全一致的啊，
那最后我也想在这个部分呢提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课程是有20门课程嘛，对不对？3个学期啊，那如果大家简单的算一下啊，我们建议每个学期修2门课的状况的话，那一年就是修6门课。基本上如果大家按照这个进度呢，需要3年半至4年的时间啊来完成所有的课程啊，并顺利毕业。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可能不是每个同学都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每个学期都上2门课，每个学期都修课，对不对？那我们最大限度呢，给到大家7年的时间来完成课程。那如果有些情况有些同学因为情况特殊啊，超出了这个时间，如果理由合理，并且经过我们院长的审批合格的话，是还可以再有额外的时间让大家完成这方面的学习。那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休学和这种停课的一些政策，大家也可以参考。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这个专业课部分也是有转学分的一些政策的。如果同学们在其他同类型的研究生水平的学院或者是机构修过相关心理学方面的课程呢，经过学校的审核，这些课程也是有机会转入我们在 CIU PIFA 学院的临床心理学项目的。好，那这个部分结束了，我们就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师资队伍啊。我们今天晚上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其中几位主要的授课教师啊。那首先是我们的黄伟康博士大家可能对他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在前期我们的宣传中，经常他有给我们致辞，有给我们学生鼓励。他作为我们的项目主任呢，他虽然不直接授课但是对我们整个的课程研发和设置是全程督导的，给予了很宝贵的指导但是在马上下个周哈，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他将会作为我们的项目顾问，继续为我们的教授，为我们的学生们提供专业的指导然后在7月1日之后呢，我们的廖恩泽教授，Amos 教授会继续接任王教授的职位担任我们的项目主任Amos 教授在我们的这个课程中呢，会有2门课程的授课，一个是临床心理健康和咨询基础，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门非常备受欢迎的课程，叫做跨文化咨询。也大家在前期的介绍也会看到啊，我们今天稍后呢会有一个圆桌会议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大家。有大家有更多身临其境的一些机会呢，来了解我们这门课程的设置，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坚持到最后参与我们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好的，那下面我介绍一下林群教授。林群教授呢，他是在纽约大学实习分校 Sunnybrook 担任心理咨询师。他还曾经在哈佛、耶鲁、杜克等知名学府深造。他在我们学院也是有2门课，一门是个人与灵性发展课程。这门课程呢，关注学生的自我关怀和心理健康。那他同时呢，结合自己丰富的心理咨询经验，研发了短期心理咨询评估及高级技能这门课程。这门高阶课呢，涵盖了灾后重建、心理干预、临终关怀等多个方面，非常具有实践意义。好的，再来说说我们的陈玉英教授啊。陈玉英教授他虽然在国内非常知名，在 EFT 是我们 EFT 的中国掌门人哈，但是在我们学院的教学中呢，他更加的专注在专业导向及伦理的课程教授之中。他凭借他自己在中国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呢，帮助学生们更好的去适应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角色，并且强调伦理和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好的，我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教授是我们的徐礼强教授。徐礼强教授呢，也是一位有丰富50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他目前是塔夫茨大学精神学院的精神科医生，也是教授。他发表过130多篇学术论文，也是4部教科书的作者或编者。我相信我们中间一定有人拜读过他的专业著作啊。他将以其专业背景为依托，教授与心理咨询密切相关的心理咨询病理及药理课程。
然后是我们的陆斌教授，陆斌教授现在目前是北京明医院的主任医生，他在中国、台湾和美国都享有盛誉。在2018年的时候，他怀着赤诚之心从台湾来到大陆全程行医。他在 KFA 的这些很多的公益讲座屡受好评。目前呢，他也正在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和研究经验，研发一门抑郁症相关的选修课。我也请大家敬请期待。然后是我们的有30多年跨文化咨询经验的王林慧教授。他在我们学院也是开设了2门课程，一门是基础课心理咨询理论，另一门是高阶课的一个咨询课啊，一个基础课啊，叫心理咨询技能与技巧课程。他的教学风格非常受学生们的喜爱对于提升学生们的基础咨询技能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经常跟我们说他希望在 KFA 做好一个 doorkeeper 的一个角色，就是守门人的一个角色啊。他希望他的课程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帮助学生们打下坚实的一个基础。好的，那我也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刘慈谦教授啊。刘慈谦教授他是来自美国加州，他是美国加州的知名学者，专注于青少年危机干预领域。他也有深厚的临床经验在，在老人科心理咨询室中，所以呢，在我们学院中，他开设了一门课，叫做全人发展心理学。这门课程呢，将涵盖从婴孩到老年整个人生阶段的心理变化。他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整合科学实验的研究，与我们分享其独到的见解。以及我们的孙新阳教授，孙新阳教授呢，作为国内优秀的职业精神科医生，有着17年的临床经验。他在我们学院讲授成瘾理论及评估这门课程，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非常的实际非常容易让帮助大家利用到直接应用到我们的临床之中哈。他的专业知识真是为我们的学生带来非常深刻的启示和帮助。最后呢，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宁教授李海宁教授，可能大家对他相对陌生哈，但是提到他的导师王文仁博士，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熟悉。那海宁教授目前担任亲密之旅在新加坡的总负责人及这个认证的培训师，他目前在我们 KFA 学院教授团体咨询这门富有特色的课程。好的，以上便是我们学院主要教授的一些基本情况。其实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优秀的教授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更多的给大家介绍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关注我们的讲座，关注我们的一些平常的这些课程的一些介绍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的理解和了解。好的，最后呢，我会花一些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些教学特色帮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这边的一些情况哈。首先我想就要说，我们的课程是非常注重个人生命的建造和职业素养的培养。我们力求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大家顺利进入心理咨询行业，并以成熟装备齐全的心理临床技能服务于广大的人群。我们的教授呢，不仅拥有丰富的学术背景和临床经验，他们更加能够结合华人的咨询文化特点，研发出独具特色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教授呢，完全是自我研发的，与一些美国老校在华的中文项目很不同的是，我们的课程并非是简单的翻译或者是同声传译这些英文原版课程我们的课程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教授根据华人的文化背景与需求独自研发完成的相信这样的课程设计更能贴近我们在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知识。此外呢，我们非常注重线上互动与学生社区的建设。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教学方式更加的立体生动在线上平台，同学们也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完成学业。
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在前期先观看一些视频教学，然后准备阅读。我们的视频教学呢都是有录制式的啊，那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反复多次的去播放学习。然后我们也会尽量安排每门课程在每周啊都可以有线上见面的活动，确保同学们每周都有机会呢与教授啊与同学们进行互动。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仅可以对每周的学习内容接受到这个教授或者助教老师们的答疑，也能有机会进行一些技能的演练。啊，在作业设计上，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作业形式呢非常的灵活多样，不管是传统的这种常规考试读书报告啊，还是。我们也会设计一些，比如说论坛，在期待大家有一些在网络上的一些互动，我们的这些目标呢，都是希望让同学们能够将理论付诸实现，此外呢，我们还设置了非常丰富的小组作业，比如说案例报告、案例演练，然后鼓励大家能够共同讨论、合作完成，这种。互动式的上课方式不仅丰富了学习内容，也增进了同学们的交流和合作。那我们为了协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学院在 IT 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有人力我们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沟通工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 Teams 软件同学们可以轻松地搜索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同学，或者是你认识的老师，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对话语音的对话留言。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社群文化呢，能够延伸到课程之外，让同学们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更多的互动和资源共享。比如说有的时候，假如说上海的同学吧，我们要帮忙寻找在广州的辅导资源，那之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啊，那通过这样的平台呢，可能广州的同学可能马上都能看到大家的信息，然后有些及时的回应和帮助。我们真心希望通过这样的沟通方式和平台的搭建，为大家创造一个更加广阔、更丰富的学习交流的空间，实现社群中互动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那最后呢，我也想在学位认证方面有一些介绍。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追求 IRCEP 认证，这个是美国心理咨询师培训项目的一个国际认证标志。那我们校本部呢，已经是获得了美国本土的认证的因此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国际认证的最后阶段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大家也可以放心你们的学位也会属于在这一认证体系之下此外呢，我们还获得了美南大学教育联盟的认证，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拥有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和出色临床咨询技能的毕业生。我们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在心理咨询的各个领域比如说企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等，提供个人、婚姻、儿童、青少年辅导以及针对上瘾、创伤医治等这些专业性的问题进行辅助性的治疗。好的，希望我今天晚上的讲解呢，能够让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我们项目的现状。如果未来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需要进一步沟通的地方我们都非常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我们的项目中与大家相见共同开启这段富有意义的学习之旅。